想我是不会参加了，因为我们队就说很多小孩的水平就说也非常的出色，所以呢就说应该是培养他们出来，不是说我总待在这位置，所以我准备就说慢慢的退下来，然后去读书。哎，跟教练。这次亚特兰大这个组织没有上一届二十五届奥运会是巴塞罗那组织的好，因为它比较混乱，很多事情有一些什么，像晚上经常有一些什么警报啊出现的，所以说在吃饭方面来说，它没有什么中餐，所以说在饮食在吃住方面都没有不是很好的条件。目标是早日进国家队，为中国队夺一枚金牌吧。